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今天这个地方有22个提问，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。第一部分是从中国来的同学，他们总共有13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弟子的哥哥患有精神分裂症4年，这2年呢，他也开始听师父讲经的光碟，知道佛法的殊胜，但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请问，弟子与哥哥应该怎样做，能帮助哥哥恢复健康？在佛法里面，一般呢，讲我们的病啊，病的根源有3大类。第一种啊是生理上的病，像伤风感冒啊，这个饮食啊失调啊，这都属于生理上的。生理上的病，医药有效，这个要找医生。第二一类的，就是冤亲债主，所以冤业病。这个病不是生理的，所以他这个找医生没用处，治不了，这都是什么呢？冤亲债主找上身来了，像我们佛门里面呢，慈悲三昧水忏的5大过失，害得人面疮，绝对不是医生能够治得好的。这一类的病呢，需要调节。你比如说，有很多找这些有德行、有羞耻的这些高僧大德，在家居士也行，就真正有德行，令这些人神都尊敬的人，都敬仰的人，他来帮你调解，来化解纠纷，大多数都肯接受，那么这个谈条件嘛，如果他同意答应了，他就离开了，你的病就好了。第三一类是业障病，这个是最麻烦的，这是过去或者是自己在以前造的很重的罪业。业障现前，它既不是生理，也不是冤亲债主，可是这种病的时候还是能治。佛教给我们呢，从真心忏悔，忏除业障，业障忏除啊，你的这个健康就可以恢复。所以是。这个疾病没有治不好的，那么像这个山西小院，诸位看到的这40个例子，都是属于业障病，这个是，你看医药不能够治疗，医生都放弃治疗了，他也不是这个诵经拜忏可以能调节的，他不是业障。业障唯有自己，家亲眷属也可以帮助，诵经念佛，这是助缘，这是助缘。这个真正最重要的呢，就是改过迁善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我们真正能够做到转恶为善，
转迷为悟啊，这个病就没有了，就会好了啊。所以山西小院的啊，多半都是属于忏悔业障啊，业障忏除啊，身体就能恢复健康啊。所以你这个问题，这个山西小院这一套的光碟，你多看看，可以做参考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在家居士临终共修三十七念，应注意哪些方面，才能真正做到名扬两利？”实际上，修持不需要用三十七念的，也可以。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修行确实有成就了啊，有德行了啊。我们在谭旭老法师隐城回忆录里面看到一段故事啊，这个它的标题啊是八载寒窗多冷眼啊。有一位姓刘的居士啊，这个是谭老法师没出家的时候，他们在一起开了一个中药铺啊，三个人合伙开个中药铺，刘先生是其中之一啊。他是非常喜欢读楞严经啊，读了八年啊，真的是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啊，有这样长的时间，这样坚定的基础啊，所以他的故事发生就是在这个店铺里啊。店铺中午啊，顾客很少，他们中午打瞌睡就伏在这个案这个柜台上啊，也睡了一会儿啊。他睡着的时候这就做了个梦啊，这个梦啊好像是真的一样啊。他梦到